起来。现在在吃点早餐，我专门订了一个就是含早餐的酒吧，他们这边早餐还挺丰盛的，你们看一下。菜品有很多种，啊，黄瓜，还有回字白、西兰花，还有这个黑米馒头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绿豆饼吧。鸡蛋、南瓜、红薯，小米稀饭。刚刚还有牛奶，然后我下来晚了，都吃完都没有了。他们这个酒店是早上的9:30，然后就我现在9点下来睡的，一觉睡到这会儿，我昨天晚上9点就睡了，睡了整整12个小时，太困了，现在要开吃了。你赶紧吃饱饱，今天才有体力去玩。每到周末，这里都有远道而来的游客。我听说，这次瘟疫和肺炎极为影响。当时为了处理相对疫情，温州文学的一二二虽然风光很明，也在大改善，游客多了起来，山村经济得到发展。这个炒回字白挺好吃的，我发现每家早餐店的炒回字白都好吃。我来吃早餐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南航的时候了，那在南航每次飞机飞早班，然后都要去吃早餐，就这种自助早餐，而且特别的丰盛。吃完早餐出发了。